很辛苦，在这个70平米的小办公室，我们一起工作了1年半。工作室条件比较差，然后有的时候空调也是坏的，我们经常要吹电风扇，然后去工作。现在要收这些。啤酒，才让粉丝每天早上9点钟可以看到我们这么多欢声笑语的视频。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人在成长的路上，孤独已是常态，但是因为有你们，我们一起熠熠生辉。